超甜夫妻档许梦哲、赵梦姿二号又一起出来上班喽。这是赵梦姿宣布怀上二胎后首次公开亮相，他们也透露儿子的预产期刚好跟大女儿同一天，都是7月13，家里就要有两个巨蟹座宝宝了。听说巨蟹座的宝宝会蛮贴心的，现在可以感受到，对，确实有感觉到 Doreen 她很贴心。但她早上如果起来发现梦哲不在，她就会爸爸爸爸，然后只要梦哲一回家，他就一定会冲去抱梦哲，就是一个蛮会撒娇的小孩。有啊，就是每一次看他远远的跑过来，然后很开心的样子，就会觉得说哇，很就是很甜蜜、很幸福的感觉。他昨天已经在帮 Doreen 看冰刀鞋了，我就说人家才1岁多而已，就觉得他很扯。然后我还默默在旁边说啊，我好羡慕 Doreen 哦，你到大家去溜冰都没有带我去溜冰。坦白讲，儿子还没出来，我不敢把话讲的那么死，但是我觉得应该是不会。现在怀孕怎么事呢？第二胎稍微有一个小状况，就是我之前有那个子宫颈病，闭锁不全。过年大年初二还初一的晚上，那天晚上走运坐了我的肚子一下，然后我就肚子很痛，然后半夜就流血。我不会因为怀孕食欲变得特别大，但是我这一胎到最近我发现我好像会突然想要吃点甜的。上次我请你买麦当劳，然后他回我说不顺，他说不顺的时候，瞬间我是有点觉得，你当然不顺也要去买啊。老婆说的话真的不能不听啊。